的成员 Minji 出道以来就因亮眼的外形缺了不少粉丝，然近日团体举行签售会时，竟有一名粉丝无理的向 Minji 询问整形话题。根据现场粉丝的说法，当天一名女粉丝直球询问 Minji 你的鼻子在哪里做的，接着还称自己也想要拥有同样好看的鼻子。虽然这段超没礼貌的发问让原 po 十分傻眼，但他也透露 Minji 当下并没有任何的不悦或是不知所措，反而临危不乱的回答道，为什么姐姐需要整形呢？你现在这个样子就很漂亮啦，所以请不要动她。超高 EQ 的回应也让许多网友们佩服不已，纷纷赞叹应对方式太有智慧了，面对如此无理的问题还能给出温暖的回应， Minji 真的是天使啊。